哎呦，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，看我跟谁在一起。您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这个我这个姨是咱们大家伙一提名都特别熟悉的人了，小美牙阿姨。我来长春第一件事就是找阿姨来玩来了。我和我姐一起来的，然后长春这个路这个车特别多，我和我姐本来打算就是你不是要给我发那个什么定位走啊、发定位走快速路吗？对啊，那个导航没导快速路，然后我俩也不知道从哪上，就从下面这个道走。但我听你们说的好像是走那个新开大街那儿了，在德广场上来的啊，好像是。那不上面就是一条快速路吗？顺着那个快速路就能过来，都没看着。我俩老紧张了，没在没开上边，只开下边。对，不是车太多了，我太紧张啊。完了，快速路比你下边好走多了。对，下边车就是老往里头并就走并车的，我能找到我就走，我就得靠导航，没有导航都不行。嗯，但是就怕你上去以后再走丢了。对，不知道从哪个口下。嗯。上去以后，我估计导航就好，能告诉了吧？对，就是没上去的时候，他就提醒你走哪个道了，哪个路，应该走一次就好了。对，走一回就好。走多了，但是幸亏我胆大，我要是胆不大，这个道我都上不来。他那老经过环岛，老多车。是，嗯，那边还行，他挺那个方便的，还有这小电车。电车正好赶我家这个啊，那小电车还挺好玩，我都不知道现在长春还有这电车。西客站啊，那个红色的是新的，对，然后绿的之前那个是老的，那个得有多少年了？得个六七十年。六七十年了，应该比我的岁数还要大吧？啊，那个绿色的电车啊！哎呦我的天，我还算看到古董了。陈丽宁，嗯，你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车了？就有车啊，就有那电车了。带你走走，熟悉熟悉室内的，熟悉熟悉长春，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才有权利评价长春。啊、对、啊，长春这两年发展。发展的越来越好了，但是卫生还是挺差的。还行，但是就是些落叶，这个落叶是避免不了的。长春卫生还挺好的，秋季没办法。对，咱只要是有落叶的地方，对对对，你不可能，它赶得少，赶得落，挺好的。可以。嗯，这是长影的电影制片厂的旧啊，里边是拍摄的。那些场景、哦、跟小美呀阿姨逛了一溜圈，阿姨一溜逛一溜给我们介绍为啥没开车，就阿姨说我对长春不太熟悉嘛，然后就边走一走边看一看，因为阿姨是土生土长长春人，给我介绍一下长春的建筑啊。然后阿姨说先逛一会儿，把肚子腾出来再去吃饭，吃完饭然后接着再逛。我们刚才看路过那个长春这个长影制片厂，一会儿我们要去探讨啥，看看我们去吃点什么。哎，咱坐无烟区吧。行，环境还挺好，坐这儿呗。看看这个小环境，美牙阿姨给我们找了一个吃牛排的地方。看这小灯光，太有感觉了。它这个是400度，它是板件部位偏瘦的，然后31层薄薄的筋。啊，这里头走，这里边的环境太好了，太高大上了。对，吃煎牛排吧，我是总跟我姐说，打早餐。我今天也跟那阿姨享受一把，嗯、享受一把西餐，对，体验一把西餐，对，不能误那次，也挺好的。下次我请你吃那个东吴烤鸭。嗯，烤鸭也在南湖，
咱不是现在在南湖西侧吗？嗯、那也是在南湖东侧。嗯嗯，都是在南湖东侧，就是东门，离我四分局那个家挺近。不，这离你家都不远，都不远。嗯，其实长春市那吧，就走着走都不算太远。我对公园吧不是说的记得很清楚，但是一般就要是走路过去都是从公园穿过去。嗯，那就是就现在这些公园、就是现在叫什么名，你年轻那个那一段时间也叫什么名吗？还是后建的公园？应该是就这一个德院，这个不是后建的，就是改个名啊。嗯，完在里头装了点装饰，什么小亭子了、就是原来就有的。哎、原来没有重新装饰。那后来那些南湖什么公园都是新建的？南湖不是，也是南湖是最早的皇家公园、南湖古意的时候就有啊，属于皇家公园，那是最早最早。那它就属于那个面积很好，那个皇帝的后花园。后花园应该上那个伟光宫去。嗯，伟光宫，你看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去。嗯，因为在哪儿其实都是这些地方很少，光听也挺够了。哎，但是我就觉得挺新鲜。比如说你刚才说咱路过那个电影，那个苍蝇电影院。啊，然后伪满皇宫，再就是什么一汽制造厂，因为我们这个一汽是从小就学嘛，一汽那个确实特别想去那个。像你在这儿土生土长，就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，没兴趣，咱们都没兴趣，都不感兴趣。我来了，在哪都有兴趣，但是我这次长春可来早了，借你的光，上一把这么高大上的馆子，我也是头一回，借光，必须的，头一回。但说实在的啊，也就是从。咱刚加上微信，然后好像聊了没多久吧，嗯，我就感觉你挺亲切的，没把你就是当一个陌生的那个人，咱们离得近，亲切了，嗯，一看你这小姑娘就是阿姨喜欢，阿姨特别有亲，有眼，就是阿姨特别有亲切，就是说话啥的，就不是，我是一个就比较慢热的那种性格的人啊，但是跟你我就不慢热。感觉像老朋友。嗯，你看今天你领我们姐俩来吃东西，我就把你自己扔在这儿，我就去拍这个店里的这些景，我就感觉就跟家里人。要是感觉要是陌生人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把人家自己放在这儿。对，确实是，咱真的不陌生啊，一点都不陌生。尤其上你家去了一次，我感觉真挺好，真挺农村真挺好。我妈还说呢，啥时候再来，冬天没有事的时候都。冬天有点冷，冬天家里不冷，家里不冷。看看我们的菜已经齐了，开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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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他那里头是啥玩意儿？还有那个蛋。天天齐，几乎都是都吃点牛肉是吧？鸡排都好。就是多吃点牛肉好，牛肉、鸡肉这种就是高蛋白。少吃羊肉，我还挺喜欢吃羊肉啊。尤其涮羊肉吧，千万别囤积，那个嘌呤太重，完了就容易通风。对，通风算是什么？儿女不用太操心。嗯，大面，谢谢姨，客气。哎呀，太有食欲了！看看这个牛排多有那个啥，我吃一个这个七分熟的。很好吃，这个牛肉的肉质特别好。他这是专业，咱自己烤那个吧，其实好像就不这么多了。自己在家烤的，烤不出这个味儿。对，特别好吃。嗯，辣椒吗？